等一下，有带钱的过来。对，来投。投进去。排队投哦。投了没？来换谁？原厂，请离开了。谢谢你们。哇，谢谢你们。哦，不可以哦，那是别人的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校长、主任、Lenny 阿姨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早！我是自治小师长王彦君。首先，我要先谢谢学校与大家的支持，让我的政见活动能可以在这么匆促的时间里圆满达成。昨天我在玄关的元旦送暖募款活动，我总共准备了2400颗巧克力蛋，以1颗5元的换蛋活动，希望能将募款金额捐献给麦当劳叔叔之家。感谢全校师生的热情参与，在昨天的中午1点前，2400颗蛋全部换完，共募得13800元。衷心感谢麦当劳梦时代经理 Wendy 阿姨今天特地前来。等等，我会将把所有的物交给 Wendy 阿姨。我想让大家知道这次的活动就好，为什么我会选择麦当劳叔叔之家？过去的3年。我曾陪着我的外婆经历了很多次的化疗，我深深的知道治疗过程的艰辛与煎熬。我从外婆身上学习到积极抗癌的正能量，而麦当劳叔叔之家的宗旨是，让需要的孩子能接受医疗资源，全家贫困的支持，更有力量面对生命的挑战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麦当劳叔叔之家的原因。最后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让元旦送暖活动圆满成功。捐赠啊，到麦当劳叔叔之家的总金额是新台币13800元整。感谢所有全校师生哈，一起来共襄盛举。